怎么画蜡笔小新？首先，我们先画出他的头部，然后我们来画出他的衣服，画上他的腿和脚。我们来开始给他涂上颜色，选择黑色，画上他的眉毛、头发和眼睛，然后画上他的肤色，画上他的腮红，给他画上红色的衣服，黄色涂上他的裤子和鞋子。像这样，我们的蜡笔小新就已经完成了。